大家好，我是一月啊，我现在正在玩菜篮子，我想坐在里面，但是好像办不到，小姨快来帮我一把。果然还是小姨对一月最好，但是小姨，一月想起来了怎么办？你怎么不帮我呀小姨？看我真挚的小眼神，小姨是头猪，总是靠不住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后来我来到了门口，小姨别看着啊，一月想下来，算了，我还是自己下来吧。我终于还是勇敢迈出了这一步，小姨告诉我要再接再厉，我就再向前迈出一大步吧。看我这蓄势待发的小姿势，哦耶，成功，看来没有什么能难倒本姑娘。终于来到了地面，小姨嫌弃我，向我招手让我远走，说走就走，本姑娘要大步向前走。外公你在干嘛呢？好酷的感觉，你是要下鱼塘给一月抓鱼吗？看我用菜篮子来躲猫猫，小姨我在和你玩呢。我要先逃跑了，大家看一看我跑步怎么样，有没有成为跑步运动员的潜质？我已经尽力伸长我的小手臂了。好累啊，我放弃了，我还是回去吧，再见了各位。